老铁们问我定没定小米，本来想定装个逼，结果他们一看退回，结果我一看都退不了订单，给我吓回去了，知道不？得回没定，但是还是支持这个那个小米汽车，支持国产啊，支持雷总啊。现在据传说啊，将近九万订单了，九万啊。那个退订的不超过200人，你这200人，你是不是就哎呀，就属于那个怎么说你？行了，这事儿吧，我也不想说了。就是这个，我以前说的，我是不是专业车评人，但是我不占那个消费者，有的消费者讨厌崇洋媚外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？这里也不包括水军，非得装一下子，比一下子啊，非得怎么怎么地的，是不？玩脱了吧，是吧？所以说啊，就是有的时候车评人不能总站着消费者说话，站着消费者立场替消费者说话，那消费者人里边有坏人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后怕呀，得亏没地。